黄国炎讲说，他们的政权跟我们是不一样的，有一点的确是不一样的，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以人为本，生命至上。我们珍惜每一个人的生命，为了生命不惜成本，不计代价。上到108岁的老人，下至出生前30个小时的婴儿。好，我再给我做几步嘢，哎，就开始。你买重点做点，你买重点做点，重点做点。我冒烟了，是啊，不能，不要。你来，他同志，谢谢你，同志，我来，我。能征服，能征服他人，真的就爱我呀！公平生，别在我的后悔，要在别人的后悔，那边莫名其妙。在人民面临灾难的时候，央视马上调动兵马去当场摆拍。李老师发推说，6月19日，央视新闻报道福建武夷山景区积水的新闻，因视频里的水很浅，而且里外都是通的，网友吐槽往外面泼水没有任何意义。同志们，党和国家培养我们共产党员，就必须全。墙内网友感叹道：“这可是央视新闻啊，妥妥的打了全国人民的脸。”另一位网友说：“我们只是穷，又不是傻。”6月20日，福建省的一位灾民称，昨天央视记者拍完照之后，今天救灾工作就停止了。2024年6月20号，灾后第四天，现在时间是8点多，我们这个位置是在镇政府眼皮子底下，这个就是上镇政府的路。昨天那个央媒或者是各地的记者来拍完像，今天就停止工作了，不用干了。这就是救灾，这个是我们是重灾区的重灾区啊，他们就这样来对待。这现在政府啊，太过分了，我们这边没办法工作，里头全部都是。怎么说呢，就是我们里头没办法工作，室内全部都臭烘烘的了，这样的社会，这样的世道。推着网友愤怒地说，这真是对为人民服务的莫大讽刺。在这个国家，灾民成了摆拍道具，救灾成了作秀，官员们忙着在镜头前关心民生，实际行动却一片空白。灾民的困境和痛苦只是他们升迁道路上的垫脚石。说现在政府已经处于摆烂状态，谁听说过包子亲自到过受灾地区，上行下效。还有就是现在地方财政已经事实破产，哪里有余钱挪出来救灾，大家各安天命吧。这位网友的预判非常准确，每当有洪涝灾害发生，习近平总会绕过灾区出现在另外的地方。6月18日，他没有去华南视察灾情，而是去了大西北青海考察调研。视频里，他在西宁市果洛西宁民族中学食堂为7元一碗的拉面指明方向。一碗拉面多少钱？多大的碗呢？这样的，这一碗还是对，也是根据孩子的需要，一定要注意卫生。首先是采购一定要是合格的，没有问题，安全的。然后储藏的过程，制作的过程都要注意卫生。在这个基础上，饭菜可口。党媒加大马力宣传习总7元一碗的拉面背后的高深用意。中国新闻网报道的题目是“从一碗拉面看习近平的最大心愿”。推着网友并不买账，这位网友调侃道：“给领导来一份鼠味鸭脖、铁丝、螺丝钉、避孕套、笤帚疙瘩、发芽土豆、烂胡萝卜、蟑螂、苍蝇、蚊子和馊了的酸汤。”经济下行，民生凋敝，失业、房贷、医疗、教育，每一座大山无差别的压在每一位普通民众的肩上，无法摆脱的绝望、恐惧与焦虑，打工人的崩溃就在一瞬间。李老师发推说，6月20日，上海 Manner 咖啡接连爆出两起员工与等餐客户起争执事件。美华路的一个咖啡店员工被催单后与等餐女子起争执，之后抢夺对方手机，辱骂对方，并与对方厮打。您下单时间是8:15，现在是8:25，您等10分钟了，我给您说大约8分钟左右，在这就是你的等时间差不多。我下单的时候你也没告诉我要等那么长时间啊，我告诉你我赶飞机去的，你说7、8分钟我等了也就算了。那您现在是要退单吗？你是不给我做了是吗？给您做这个手术做完，手术做完是您的，我们是按顺序出餐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在做手术。我说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在做手术，女士。我问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告诉你，我在做手术，麻烦您不要打断我出餐，不可以吗？我没有打断你，我问你的话不影响你手。我在边上做手术，麻烦您不要打断我出餐，你要做吗？你要做吗？我不要做了。那好，我给您退餐，不好意思，让您久等了，实在抱歉，影响您体验了，不好意思。没有影响我的。我这边做手术，麻烦您不要，你再叫我报警。你报警，报，队长。但是你不要影响我班班。要紧啊，报警吧。我跟你讲了，前面有手术啊，内报呀。我报了，你等着。我等，我下单的时候。下单时候先说前面有4杯，我说了吗？说了。我你把有15杯的单发，你把有15项的单，这有下单记录，你10杯我等了，喝什么咖啡？你别等了。我没有等呀。那你报警啊！报了呀！那你报呀！你有什么权利拍别人？你有什么权利拍别人？你拍你爸妈去啊！傻老女人，你这辈子做什么？你只要敢跟10块钱咖啡等着，你赶紧给我滚！你别说这里要等了吗？你别说等待时间吗？我提醒你了吗？有种啊！打我！打！你有种啊！我跟您说要等10分钟。你不要，你现在不要跟我。我不要以你的一面之词。来来，你看看，看你有本事，你有种过来。想干什么？你有什么资格拍？你再串！你再串！你再打！威海路716店女员工与等餐女子起争执后，向女子泼咖啡粉并崩溃大吼：“你个猴子呀！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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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猴子了不起啊！我个坏人！你该死！我个坏人！你搞毁了你家店，你们的家！”这两起冲突都发生在号称中国文明天花板的上海。我们先不说谁对谁错，视频中冲突对方那一点就着的力气，过程中他们的躁动与崩溃，从言语到动作的相互戕害，不是他们的人性本色，而是生活的压力扭曲了他们。